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28号胡春梅 Miss， 我的工作是餐饮业。多谢。胡小姐，请问你几岁？46。你可唔可以递对住个麦？46。可能你要行近少少个麦，系。我嘅优胜嘅地方，可能我瘦过佢啦，身材好啲嘛。早上跟老板请了个假来参加亚洲小姐的一个面试啊，谢谢大家。你今年多少岁呢？啊，我今年23岁，我是34号。嗯，好。评判会问题想问佢咧。各位评判、各位厨卫朋友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叫练晨曦，29号，我今年系27岁，而家喺香港公开大学嘅一位兼职嘅学生。我想问你，喺呢新人最尴尬嗰刻系几时啊？系多谢晒评判嘅问题，其实我觉得应该系而家，因为其实我好少着3点式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啱啱都好紧张，紧张到头痛，咁但系都好多谢评判布玉小姐就鼓励我啦，即系觉得既然其实嚟得选亚姐，就是对亚视同埋自己有信心，咁应该俾自己一个机会，系青春不后悔。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18号谢雨倩，咁你哋都可以叫我 Winnie。咁我目前是23岁，职业是做紧服装网店同埋拍摄 YouTube 嘅。头先你做咗啲嘢令我哋好吸引眼球，可唔可以做多少俾大家睇啊？而家吓可以啊。哇，有个特技噶喎！可唔可以嚟多次？因为侧少少个麦遮住啊。慢动作少少，俾我哋嘅传媒朋友影张相先。呢个系你嘅特技嚟噶嘛，所以咧你要慢慢将佢做出嚟。哇，好犀利啊！好，企定，再企定，俾传媒朋友再影多张相。系啦，跟住喺嗰边再做多次啊！好呢边嘅全部朋友再做多，向住呢边嘅全部朋友再做。因为头先嗰边嘅背脊对住佢哋。系啦，你喺呢边再做多一次，对住佢哋再做多一次。